哇，真的耶！我们在这里啊，我要下睡觉。在喝奶。对，你老不能有。啊，这是很少见的画面啦，因为通常啊，他们是野生动物，妈妈通常不会带宝宝在公园旁边，那宝宝就在我们身边啊，在那边。那你左手边，你看那两只在抱抱。 大概有至少200只哦，还有，哇，这把哎，对啊，它是因为没有办法算啊，那就是。现在的，因为我们离那边混乱的状况有一点，好，但是他们的抱抱真的不只是成功。好，右手边到左手边都是哦，好，右手边也是游过来了，好，右手边有一个小群，好，这里碰碰我，我碰碰你。 好，现在速度似乎有一点点加快，而且方向有一点点一致的向着南方。Mandy， 快打电话给朱老师说海豚向他们游过去了，叫他们独木舟划外海一点。好，因为刚刚在休息状态啊，那整个群体如果有注意的话，方向是不一致的，但是现在整群都向着南方哦，整群都向着南方了，不管是幼幼班、青年班、恋爱班。 啊，还是不动如山般哈，通通都向着南边了。好，所以刚刚有提到，2007年我们跟着文龙船长还有他爸爸的Kevin 还有一群背鳍哦，有哈，左手边的远方大概300、500公里，没有这样情哦，所以现在我要修到，500哈，差不多有，我记得纪录表或是300到500，而且随便动作太多样了，比平常看到的多太多了，旋转如果一次有看到一只在转一次就很羡慕了，今天是几乎是整个大海都是他们的舞台哦，轮流旋，你是不是向上次我们在那个冲浪协会的小孩轮流跳，那船尾也在跳哦，船尾也有在转圈圈，好，那他们是可以转七圈半，转13次，同一只连续转10公天，陆地上的温度可能10度、11度，可是下水水温是温暖的，好，真的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游泳哦，主要是看浪况，主要是看浪况，好，所以我们在看到不同颜色的海水哦，就是不同的流水，那交汇的地方我们就称为潮汐。